尝尝老铁。啊，你看看啊，我不知道为啥，我每回买都有这玩意儿。你们说这啥了？给我打出来，就这个绝着，还带个这玩意儿，这啥？带个这玩意儿，有人说是肛门，还有说痔疮的，还有说吸肉的，还有说淋巴结的，更可气的说是肿瘤，我也不知道这到底啥玩意儿。尝真香，我这油都给里了，老铁啊，就有这油才香的，没这油就不香了。哼，看着这油啊，看着没，全都是油，油就看把这油都摘下去了，但是我觉得这油香。不知道是啥玩意儿，长个三角形，嗯，你真倒是挺像。